牵挂。黑夜过去到了白天，黎明给人带来温暖，在这温暖的路上，行人上千万，上千万。在这千万人的里面，我选择自己的路线，我编织了一个故事，永远说不去到了白天，故事有了新的发展，我要把这个故事向人说一遍，说一遍。黑夜过去到了白天，故事有新的发展，我要把这个故事向人说一遍，说一遍。人们听了并不喜欢，因为故事与他无关，